也可以趁机看一下动画片。我是杨乐，从今天开始你就跟我问了。当光芒洒进古老宫殿遥远，星辰开始对我们呼唤。当历史不再是藏在书本之间，它就在眼前。看阳光染遍了红墙外绿树成荫，每一次的使命是我们新的指引。当我们尝试着去描绘那些不可思议的梦，才发现我们不再自卑的心被偏远的书本之间，它就在眼前。看阳光染遍了红墙外绿树成荫，每一次的使命是我们新的指引。当我们尝试着去描绘那些不可思议的梦，才发现我们开始收获自信，每片云都希望被看见，不再隐身。每个人都希望永远的守护纯真，我们都可以为自己画生命的彩虹，跟随着他的光逐梦前行。每片云都光柱